亲爱的日记，早上好。今天在小鸟节上玩了好多游戏，还看见了金色的小鸟，但是爸爸不小心把腿摔伤了。爸爸，快点好起来吧。亲爱的日记，你好。三大领主要选骑士了，我会变强的。最近刚和小伙伴们去探险了呢，还忙着在广场打工，参加花园舞会。顺带一提，我玩骰子比赛又赢了呢。亲爱的日记，午安。秋天的森林里有很多马哦，我还参加了马赛，马厩好热闹呢，认识了许多新朋友，妮娜、哈克特、本森，大家人都很好。我呢，也想快点长大，变成可靠的人。冬天再见吧，约好了。